梦回长安，欢迎来到擂台，我是老虎，咱们继续来看比赛。观战方的话是这个龙宫啊，这个龙宫的话意见是非常不错，对战方花果山啊，感觉对战方这把要被观战方给打穿是吧？观战方给对面吃一手雷浪啊。对战方人物继续拖，观战方性子也是非常的着急，直接选择龙瞳去点杀对战方的一个人，龙瞳瞳三千，观战方是没有起球的啊，对战方扑天过来，对战方感觉伤害有点低呀、啊，观战方再去点杀。还是三千，每回合压对战方一个大金，对战方的话也是非常的难受，观战方再来一手龙瞳七千，对战方直接被锁血，这把的话比赛的话完全是观战方的一个个人秀啊，观战方一手龙卷雨接秒四千六，对战方的一个宝宝基本都没有什么伤害哈、啊，这把的话完全是观战方的一个个人秀的一个时间，观战方龙卷继续秒出去，对战方当头两千四。对战方被打上雷浪穿云啊、好像是会掉一个魔，这个魔法的一个消耗会非常多，其次的话观战方使法伤秒对战方会增加一个法术伤害的一个加成，所以对战方被秒的也是很难受，对战方拉出一只隐身的一个配速继续和观战方打一手尸体战，另外的话尽可能通过高鬼魂的一个宝宝是吧来拉扯观战方，观战方不给对面机会，对战方此时的一个高鬼魂宝宝开始轮流起来，但是血量并不是特别多，观战方一手双龙戏桌守掉两个单位，对战方飘过来，观战方宝宝直接防御暴击二百，我操，观战方是吧都懒得出宝宝起 buff 了，哐哐就是和对面干，对战方再出孩子，观战方继续双龙，双龙四千，对战方的一个大龙龟再次被打回原形，对战方没有办法给观战方丢一手无魂，观战方一手龙卷，对战方宝宝直接残血，